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我们熏一下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腊肉啊。这腊肉已经熏差不多，我们把它移一下，往这边移一点啊。我们就把那些腾点空间出来，把那些全部熏了。今天啊，腊猪肝熏好了。现在腊猪肝熏不行，不厉害了，天中间过了一寒苦。嗯。你嗯，这些腊肉都是去丈母娘家拜年啊，把它先选出来，不然都是。没洗过，洗过的。精的嘛，人家够大的，你们大方，你多割两刀。你们要几刀？咱们多几刀，我那一样可以拿十二刀。今年你搞没几刀啦？肯定好多。肯定二十二刀啊。肯定我二十二刀。那是跟嘎伯一起吧？你今天搞嘎伯不看？啊，嘎伯嘛，那大酒二酒，满酒还有个二锅哦。阿姨，啊、哎呀，要一次搞一次不多，我们肯定嘛搞了二十多刀。你们肯定是一家两多嘛，今天加够多，我不要你们。一家两多嘛。你搞不明嘛啦？啊，这边就十多嘛，嗯，给妈搞个六多嘛。我不要你，你们搞多不关我事。我十刀，我金属。十刀金属你就拿我。不管了，前几单就要两多。嗯。两多无法入两多金属嘛？十多可以吗？一起二十多，送出去二十多。大家还说还有卖的吗？还要我卖？没卖的了啊。这拉都不够吃啊。两头猪一起就这么点。嗯。我们选一点好点的肉出来啊，这是送的。然后就把搞成一堆了。嗯，都是五花肉这个啊。那就是标准。标准。原料。标准的五花肉，肥瘦相间。嗯。如法。嗯哎，好漂亮哈！啊，不要！哎，你想打个中午也没法了。反正现在心肥，现在干啊，不准你一个光的清楚啊。嗯。哈哈，今天五刀。好，一斤以后啊。腊猪脚。嗯，梅总，你要猪肉没？我不要。啊！你不要猪脚，哥俩做大点了有嘛？没得。嗯。不要猪脚，刚刚过不来。过不来，猪脚过不来。是猪花嘛？你在这是大大的是尖角嘛？对啊。你在这是后脚嘛？这是后脚，哪是尖角？对啊。再过啊，你哦。一斤一盒嘛。啊！猪肉也不成，这么多人。哈哈哈！那么一点儿，你哪有四条猪脚？嗯，如何啊？嗯。啊啊。不要紧的，你我当真事儿。十五多了，够没嘛？十五多。你看还有几家？还有十五多，没多会儿有三多，开十八多的了。反正不够你去，你咋都挂到我们？我们是有，我们那边是有几家？大舅儿，就满舅，你哎呦，而且外婆了，五家就是十多的嘛。嗯。这儿一个剩五多，你是够的，够的，够的。真的，我先挂哈儿，我就把鱼边上，我到时候直接回去。你要是再一圈，嗯，我就搞二妹好体型嘛。啊，好家伙，选出来嘛。别你二妹后头不好体，我这个。我就挂哈儿啊，妹儿。梅总，你不要猪脚啊？我不要猪脚，挂不来。没刀，主要是下面也没有刀子砍。这一缸是哪来的啊？这一缸是粉丝朋友们，我们移一下，移到太阳底下去，热过去。你要去火大了没？哎，你要不是要转？它火的。你我水缸卖掉它哦。嘿嘿，水缸是薄的嘛？嗯。粉丝的。粉丝的。先腌偏红薄的嘛。那粉丝的入下锅去烘了去嘛。那个红的看干些，嗯，干些，嗯，哎，先红薄的，薄的这个缸小些哦，小好多，嗯，给我打开，我的时候起来了，又起来，又，我还给老板搞一个腿，嗯，我有两多多了，啊，哎呦，老板腿再腌两天。那把人家那缸子的盐水这个还倒的、嗯，先给剥缸子。他说大多些，红了看，有点皱巴巴的。嗯，火大些。这两缸肉是最漂亮的。
标准的五花肉。味道都怪。味道你爱的玩意儿。我扣他两多啊，我爱。到时候跟伯换两多去。啊，伯，俺们也刚还吃五元嘛，怎么一根？我跟伯刚给咱们拿出红红好来跟我进两多。我们伯把炒的都没犯规。干的，你炒两多人家都不得犯规。他有损钱的，他没得骂人。他没跟俺没甩的。这拿都是看着红矮子。嗯，不是太肥。我们也是第一次，我们都养点，我就养那么多，少一点，养它三十点，养到不超过两百斤。嗯，养它三十点，就是这种标准的五花肉，超过两百斤就有点偏肥了。第一次养三条，养四条，多养点就。你看这种瘦练的肉，就是点儿都过肥的，俺那鼻子上都。嗯。他们就把俺公司整点儿。一二三，分的有点早。我早吃二十多年饭，现在黑起来。奶奶的和粉丝的就挂这一边。嗯。萝卜。这红好久？红半个月。过半月。过半月。慢慢红好期限嘛，五八月，反正十月多，二月多。反正开花，我没干的，到时候开花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们寄腊肉的。嗯。啊，就是肉没有。奶奶的腊肉就还剩个大猪腿，这个猪腿的话至少要腌制半个月的。等下再看，要不然腌不透。粉丝们，看你们的腊肉多好啊！给你们吃，本事真是金嘎嘎，手气好啊！手气好，你们就狗肉都顶住啊！其实都可以。嗯。哎，只有两个地方肉不行啊，就猪脖子那一坨，它肉就不灵肉，还香香的，就是没什么筋肉啊，而且那种肥肉也是那种绵绵的。反正是看随机的，看运气啊。嗯。要是你要是谁能搞到这坨？这种也不好吃啊，主要是瘦肉也不好吃啊。有的人就喜欢吃瘦的、这种肉就好吃。这种是五花嘛？对、每个人喜欢吃的不一样。啊，这个肉可以天天吃。有的人喜欢吃筋的，有的人喜欢吃肥的。哎、要是刚我要我就要点多啊啊！你要要多。正宗的五花肉啊，吃腊肉就要吃这种啊，看一下。嗯，要熏了、更好看。嗯、就一指标啊，这个而且有这么大坨，这个坨比较大。哇，这个乖，这个乖乖，看，这个看，乖不乖？哦，这都如法。看这个好乖，哦，顺筋打打看。也如法哦，这都一颗骨头都没有啊。感觉每都多如法。训练好，这个老乳乖啊，看一下啊。这都估计有三四斤。有。嗯，要数一下一共有多少坨？嗯。多少坨就是多少份。嗯。这都有乳房吗？嗯，都好重，三十斤。这个肉反正有好的，也有差的，对吧？一头猪。嗯。现在已经挂了多少坨了？二十五坨。最后一盆。你让我打底的好挂猪脑壳了。看没打底，我个个都不够的。二十九。三十二。三十六。刚好啊，这个人吃的好。三十六坨啊。反正这个六字数字怎么说都好。嗯。六六三十。嗯，这还有个尾巴。嗯，这个尾巴那个车是那个带到肚子笑啊。但是也可以嘞，腊猪尾也好吃。那、嗯、现在，长得帅的人都吃得多。万一是个美女嘞？挂一朵米的，而且把这儿挂点狗狗，这儿挂点鸡，这儿挂几朵。我给你挂猪肉的。猪肉。
啊，你把这各个空调通通出来。好，全部挂完了。36坨啊。36份。嗯。看一下我们这个腊肉。又挂满了。好壮观。1/3不属于我们。你不要说这句话了。说了很凄惨是吧？嗯，就等一个月后啊，等到山花灿烂时啊，我就给大家送腊肉啊。嗯，估计要熏个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就估计都开花了，到春天了。这个要慢熏，慢熏的腊肉好吃一些。嗯，我们家这个是烘是往这边吹的嘛，往那个地方往角落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烟大一些，这边烟小一些，慢慢熏好一些。我们把粉丝腊肉挂这边的。而且肉小一些，它不能太急啊，太急就烘得很柴很柴啊，那就不好吃啊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腊肉就熏到这里了啊，嗯，就看这36位啊。幸运观众啊，我们一个月后啊，再公布怎么去抽奖啊。好吧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